进去以后要小心一点，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忍忍忍忍，保命要紧。知道了，开门吧。外面的警察，我敢打保证，不敢动。但是里面的人很复杂。 多谢。好，自为之。好。 不错，哥，好酒啊！哎，新来的，到这儿就得守规矩啊！我是这儿的老大，敢不听我的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 不知道兽医怎么样了？不行，我还是得去看看他。 给我瓶药水吧，给我瓶药水吧！啊，药水我这儿有的是，想要啊，拿钱来换。钱，药水，求你了。嗯，哎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哎，再喝的话就回不去了。 少管闲事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在外面等你的家人。
你是老大，乔振廷他就是想要趁机报复星辰。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！你可别收拾他，你看这地方条件这么差，我真怕星辰出事。他是来戒毒的，又不是来坐牢的。倒是你，星辰长，星辰短的，闻讯听到会生气的啊。云城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 我喜欢的这个人，他风趣幽默，而且医术高超。兽医，你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出去采药吗？ 是你的，兽医他想跟谁在一起，乐意跟谁在一起，就让他跟谁在一起吧。 你到底是帮我的忙，还是替穆星辰办事？不是局长，您息怒，我也没想到那个赖皮狗，他那么的没用，是吧？我不管。 你再想想办法。行，那我就再想想办法。去。你说他不成，是啊，这为非作歹，确实是太过分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太蛮横无理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太被动了。这小子好像有点儿。局长。 简直是目无法纪！干什么呢？全都抓起来！带走！快走！星辰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还没事，他们都打你了。有人暗算我。乔振天，这人太杂了，要不你批准让我带穆星辰回医馆去戒毒？虽然我是局长。 但也得公事公办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以后这间房间让他一个人住，也算是最高待遇了。放心吧，天瑶正在照顾他呢。以后我让阿瑶经常来给他送饭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，我也看出来天瑶喜欢他，俗话说，女追男隔层纱，应该没有男人会拒绝吧。 穆星辰也不例外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啊，行，那以后我都自己来，走了。以后除了楚天瑶，任何人不能接近穆星辰。可是老大。
咱们总关着那小子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那怎么办？让他消失啊。云长一个人在医馆肯定忙不过来，你回去帮帮他。是云长叫我来的，你在这儿可得小心啊。我倒没什么，要不是那几个人暗算我，他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倒是那个傻丫头，忙起来肯定没日没夜的。赶紧回去吧。我过几天再过来看你。